专辑《回家路上》，戴佩妮唱片公司撒百万包下50辆10G公车当作活动广告，更为佩妮在公车上举行不插电音乐会。在公车上唱歌，好玩归好玩，他本人可不太好受。就是大家12点上车嘛，所以我已经大概晕了一个小时之后，然后刚就晕了半小时，然后继续待会儿还要再继续的唱第二场这样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再怎么辛苦，我还是希望能够完成陪你回家这个使命这样子，希望可以使命抵达。没错，歌迷运气好的话，就能趁着这些公车让陪你回家喽。不过，戴佩妮为了应应新歌《光着我的脚丫子》，最近宣传活动不论走到哪可都是赤着脚，身心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，但却苦了外翻的脚趾。那天去录影，没有想到，因为光着脚丫子，然后就脚趾外翻的骨头就被 K 到，所以原来不穿鞋还是有危机存在。我怕整个那个下来，可能那个脚的伤痕累累会很多。但想到这次发片首周就空降五大金榜冠军，12月17号的 Lexi 演唱会门票更一开卖就被秒杀，这脚丫子算是没白受罪了。